每天我们做糖瓜，糖瓜它不是一个圆形，里头是一个空的，也可以做长形的，怎么吃反正啃不行，只有把它打开，一片一片的，是鸭子咬着吃，又脆又甜。我叫陈佃起，我今年70岁了，做糖瓜48年了。Folks in Chenlo village have been making sugared melons for over 100 years. Chen runs one of this town's last 5 candy factories. 这个糖瓜的这个我呢，他是走亲戚看朋友，一个很稀见的一个食品。这个糖瓜那时候祖传，所以只有陈楼可以做。进入10月，他一直盯着这个正月，这个冷天，这可以做。他因为这个夏天他是化，冬天他就不化了。3点就开始熬浆，这个作坊现在有9个人，其中一个人不行就做不成。做糖瓜吃累，熬夜，俺一整宿不睡觉，老不得睡觉。糖瓜就是小米黄麦芽做成的，把小米的那个糖分拿出来，可以熬成糖水再可以再烤到，把水分烤没了，最后就是糖了。This process takes about 4 hours. The team takes turns to stir it with wooden planks all night long.They start to pull the block of maltose when it feels dry enough. This is the school, 中间这一步最重要，你捋不匀实，这个糖瓜出来以后，它这个糖瓜是圆的，这边厚，这边就薄，所以它就不成。这个捋的一片的一片，一片一片的，把它再合起来，这个里头那个空心就是那个它合的那个空心。Candy strips quickly cool outside in the cold weather before shaping them into melons. 出来，用麻线一个个的把它搓断。The melon stays in shape in the cold. 对，它不手工，它不是机械，也有大的有小的。你要多大，就是多大。糖瓜有那多，这个大的它凉的慢，做出来凉的很慢啊。做好糖瓜，这个晾上半个小时，再上好芝麻，就成了。看步骤。每天我们做糖瓜，150公斤，完全是手工。我现在一斤卖的9.5块一斤，人家都爆了，都从网上我发。20我就开始学，父亲会
他就教育我的。我到他就是在家种地啊，冬天碰见这个木了这个庄稼都收入了来了，但可以就是干这个。我喜欢做这个，对不对？在这里很暖和，我的孩子也会。要回去他现在他不干，他在外头打工。这个他在外头是成年的，一天就两三杯，一两杯，他所以他不干。他觉得干这个活呢，工钱少，时间短。我以后年纪大了，干不了了，我可以传给他那个，那行五十多、六十多的，比我小的我就传给他，传给他，他再上下传。